港剧里面的那种富豪的船呢？怀孕就要送礼物嘛，对不对？我就准备了一个礼物给你，放在口袋。所以这个昨天看那个买给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. 今天是你弟弟生日，其实还不知道呢。我准备一个二胎礼物给他，把你们的生日祝福留在里面，然后看他会什么反应。好啦，哇！那我带你来这个地方。谁跟你讲马六甲只有四场节可以玩 ？Let's go， 只有一个月哦，带你玩一下。有没有玩？我懒。看到上网看厉害这样。来走，西西 ，Let's go！ 比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，看到没有 ？City of Hope Expo， 我带你来走走，看一下这个地方。OK，Let's、okay, go， 西西 ，Let's go。送你生日礼物。什么生日礼物？不要！我要带你去参观这个 Island Cultural Kingdom。Let's go。知道是什么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们去看一下。哇，谢谢妹妹。谢谢来。哇，左滑，左滑。哇。哇我们坐在这边。哇。美不美？哦，互动荧幕啊。嗨，谢谢路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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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哦，谢谢谢，哇，哇，电车电车，哈，嘿，车，啊，哎呦，车推我，走，打就对了，我是不会让过你的，是时候报仇了。我都不知道我在打谁嘞。那其实我带你们来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因为这里有游戏可以玩，你看很特别，然后还有充气城堡，然后呢还有 band， 然后有食物，你看他玩到几开心。对哦，反正哎，还给人家喂。三。哇，什么什么什么？啊！是唱歌呢，宝贝呀，哇 ！OK， 我们现在带西西去坐火车。坐火车。整个城市你现在看到这一曲啊，这个叫做City of Hope， 嗯，希望之城，是是，我希望可以打造整个马六甲的一个未来的城市，也是全马六甲最高的建筑物，全马六甲最高325米的，全马来西亚最长的 Infinity Pool， 然后最长的那个空中空中环也是这个，对，所以这就是我们第一期的发展。哦，下面的 shop 来改线卖完，这个是我们的未来马六甲的 outlet 免税中心。这一栋大楼呢，就是以后的 Karl Lagerfeld Hotel， 它是全东南亚的第一间老佛爷酒店。李嘉欣大楼，那设计 M 字型的，全部都是 M 的，所以它的名字叫做 Michelle Tower。它会是一个很大的经济区。showroom 不是 show 而已 ，like I say 啊，这个是交楼标准。哦。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的水准。What you see, what you get。哦，哇哦。全部刀刀叉叉，你看都包括料。所以里面，今天你想象一下，你是台湾人，你是台湾的投资者，或者是香港投资者、新加坡的投资者，对，你什么都不要烦，你买了屋子，这些给完你。Decoration 啊，好像外面做 Airbnb 啊，很多都是普通的。油漆嘛，是我们连镜子的 ID 给完，是我家私装修给完你，再给你一个 guarantee 的 rental， 每一个月给你保证租金。毕竟还要几年才起好嘛，所以我们做的东西的 concept 都是一些自动化。哇，自动化。喂，我们数一下喂。这样咯，可以转过来。所以这个也是 SMEG 的啊，对，也会用 SMEG 的。全部你看到的牌子，全部都是匹配。全部都是交楼标准。应该问我一个问题，屋子穿洞漏水或者是坏了或者是什么什么修改，你 as an owner 你是不是应该 bear 这个 cost？ 是是，叫我现在问你这个问题。我们生态国际包个料，所以基本上你收到的 render 啊是 net render， OK， 所有这些东西你不要净赚，净赚，哇，这个很好哎，很好，很有吸引力啊。这个就是真正180的酒店，就是酒店房大概都是400多层，所以这个就是看到到时候老佛爷酒店会有的 sampling 的模样会是这样子，很多会撒的 logo。所以看到哇 ，show gallery 里面呢有自己的 ballroom 盛宴，所以看下次我们就希望可以朋友们来这边吃吃早餐，吃吃点心。现在的啊，
带你来入住一下高级的 hotel。 来马六甲不是要住红屋那边吗？哇，看到没？哇哇哇哇，简直，你看看，啊，因为有带这带来，所以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们还有另外一间。哦，你看翻过来了。其实这个酒店的感觉蛮高级一下，哦，喜欢吗？还可以吗？还行，还行啊，没有差的。这次带你来这边，我现在就来吃他们的早餐，有一下到了，看起来很多食物啊。原来以为吃完就会有，其实等一下我要带他去一个地方。去哪里？你们一起看就懂。怎么又来酒店？不是回家吗？欢迎，你们还有衣服噻？没有了。欢迎欢迎，我一个手办先。来，我换好衣服了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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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港剧里面的那种富豪的船呢。我跟你讲一下，来按这个 button， 按。今天我不搞这个地方，带你来体验一下，来。猜一下这艘阿朱发私人游艇要多少钱？几个 M？ 80个 M， 8000万。八千万。所以如果是新的，是过亿的，二手的这个钱可以买 bungalow 哎，可以买很多间 bungalow 啊。哦，是可以买10间 bungalow。 哇！ Surprise！ 来，看一下吧，谢谢。你猜一下这个租金啊，一天要多少钱？几十千哦，一天的话。如果你租一天出海12万，太浮夸，一个礼拜80多万。哇，很大间呢，还有浴缸。这个是赢过五星级酒店，在游艇里面有外貌肉哎。哇，这个是有 private chef 是吗？是，随便一间房间都这么夸张哎。厨房都很大间哎。看到吗？十多个人这样子在那边吃饭，看海景，哇，好难过瘾啊。哇，你看这边海景，哇，这边你看，看上去真的很漂亮哦。嗯，住在这边的也是很会享受人生秀哦。啊，土豪！看一下这边，给不给？土豪！还没有完，你看这边有什么？小猪鸡。来，拿水果给你吃。来，B， 你有看到桌子上这么有香槟吗？有啊，不是送了没？不是，其实今天呢是有一个目的的，是这样的，你是怀二胎 ，OK， 其实呢，怀孕就要送礼物嘛，对不对？我就准备了一个礼物给你 ，OK， 就这个，不是这个，啊 ，Bro， 你可以进来一下 ，Bro， 麻烦你啊 ，Hello， 怎么了？你买了什么？你穿孔雀签一下我。你的老公很疼你嘞。然后一定要买一个屋子送你吗？买什么最实际？车归钱，老公归钱。也是。会变心。也是。对，什么是最被变心的？我女儿。你女儿会嫁人。什么什么？房产。所以这个昨天看那个买给他送给你。你们发改了？没有啊，真的真的。这个 agreement 来的嘞。来，真的送给你。激动到啊，西西都激动了。啊，里面有你的名，这个就是买卖合同喽。然后里面有你们的名字啊，看到吗？你看先，你先这样，真的真的。他把酒店送给整栋送给。昨天我们看了酒。没有真的吗？整栋我没有钱啊，一间还有钱买给你啊，可以供的吗？现在开始你就是真正的包租婆了，真的不用烦，租金每个月准时进你的账号里面啊，维修管理真的全部包干了。来，我们吹一下，真的真的，不然会被过爆吗？是吗？钱爆吗？哇，西西，我们有酒店呢。恭喜你，恭喜你，恭喜恭喜恭喜，包租公包租婆，恭喜！其实这个香槟的目的就是庆祝这个 moment 啦。哦，来来来，最近的 gym 没有白练了，没有白练了。恭喜恭喜，包租公包租婆。Thank you Terence 帮我们安排这些东西。你要找什么东西？生态的东西要理解更多，要找更多，找 Terence。OK。